第十五题，根据实验可以推测 XY 的大小关系应该是，我们的 X 是我们一开始所测量的温度呢是 X 度 C， 那么等到实验结束完之后呢，我们测量的温度呢是 Y 度 C。酸碱中和是一个放热反应，所以实验结束之后呢，温度应该会提升，也就是 Y 呢会大于 X。 所以第十五题问我们说，根据实验可以推测 XY 的大小关系应该是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X 小于 Y。